北市政府呢有一些规定，台北市政府的劳动局打电话来说，我们的活动真的只能到一点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不是还有半小时，还有半小时，没有没有，还有七分钟。我们让今天最辛苦的阿咪老师大乐队演唱一首歌，任何歌我们都唱完，任何歌我们都把它完成，好不好？好，到一点，剩下七分钟的时间，各位，什么歌来？我阿咪老师来决定，阿咪老师点歌。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剩下的波波了，剩下最后的三千人，掌声给台上最辛苦的乐队老师，哎，包括鼓手萧敬腾先生，阿咪大乐队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萧敬腾，阿咪老师点一首歌哈，来，各位，相当不容易，还有一首歌，我们知道因为阿咪条款的影响，小巨蛋不能够跳。赶快，我们的歌曲再次感谢，我想是陈晨50岁生日带给我们的活动，还有我们的辛苦的王俊大哥，还有秋姐，是还有我们的袁心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，谢谢，还有我们姐妹会的黑衣人，好不好？在座每一位，不管是 Kate 啊，是志清，还有每一位朋友带给我们的陪伴，我们到最后。当然，最后一首歌，阿咪老师正在点歌，哎，听一下，最后三首歌，是不是？想说却还没说的，不是这样的吗？还很多。但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这首歌很熟，让人静静的唱着，淡淡的唱着。有什么了不起？终于忘了。也知道。等一下，我先踩刹车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是你点的还是阿咪点的？我强调阿咪点，就是说大家都会唱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有个建议啊，这太难了，因为这首歌词哦，李宗盛的歌有一首好唱，山丘跟 K 丘都很难。我都准备歌，我都准备好歌词，你们要不要好笑？要不要？给一首大家简单一首，赶快啊！不用打了，叫做火星的太阳。时间到了，赶快啊！曾国城是羊，属羊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带来李宗盛这种成名作《我心已打烊》。好，大家。Bye.
我们今天成功的 party， 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。也谢谢台上所有的。乐队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客串老乡潘金腾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Yeah. 没想到上了火星，两个唱得这么好，不容易啊！今天的晚宴打烊了，但是我们这个热情是值得，大家走在一块，一辈子朋友的心是不会打烊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想一首大家可以一起唱的歌，已经结束，已经结束了，打烊人家，已经打烊了，打烊了。我们谢谢各位。我们还有乐队啊，我们还有乐队哦，60年的中年，70年、80年，好吗？各位一定为了要参加他们的，我们潘多城的，我们还有乐队在现场哦。对，我知道，我们的最重要的生日祝福，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，祝成哥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一起用最大的嗓门，我们一起喊出，我们祝福大家。请问，哎，还要唱一首歌，什么歌？祝福。哎呀，这首歌好。各位，刚刚我们开心，我们今天谁唱歌，我们都是锦上添花。在这边，曾国城，我们寿星宫有一首歌献给大家，就是要祝福大家。对，报中间来，陈哥自己唱，报中间来。欢迎曾学勇。我要问，一切尽在当年，就这一刻，你的祖国让我寂静和孤独。我为什么会懂？让我唱起这首歌，内心的。
有有啊，等为我